效好。Homlux 信用创意多年的设计专业，成为引领国际的室内设计品牌，为每一个人创造无限的幸福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 Trisha， 非常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。今天我们的直播会有五个部分：第一，设计概念；第二，空间介绍；第三，如何赢得顾客的信任；第四，精致艺术品等着送给大家；第五，开放问答环节，给在线的朋友、嘉宾可以发问问题。这里也希望在线的朋友和嘉宾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 ，invite 你们身边的朋友来观看我们的作品。在我们等待足够人数之前，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了解我们第一次与客户见面的时候，怎么样了解客户，从需求从 A 到 Z 包含了三个步骤。一 ，requirement， 精心聊天式的手法，去了解客户空间的用途，需要多少区块足够达到空间的应用，深入的再了解空间应用的年龄阶层，包括了空间应用的习惯，比如一些储藏柜的容量、功能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，想要在这个空间应用，比如喜欢烘焙，需要一个很长很宽的中岛，喜欢唱 K， 需要一个隔音的区块，喜欢打高尔夫球，需要一片绿叶，还有什么收藏品需要展示在这个空间等等的。能够提供我们这些资料的用意是，我们可以很完善替顾客在平面图规划运用的区块。第二 ，planning， 我们的平面图规划好之后，我们会再诚恳地邀请客户来到我们的会议室进行第二次的面谈，主要是表达规划的平面构思是以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做，来打造舒适的空间，然后给客户了解我们采用的材料品质，给顾客去拿捏他们想要的档次，再从平面图给顾客明白我们的设计风格和设计理念，同时给顾客参考我们的以往的作品。第三 ，budget， 也就是估价预算，把每一个项目详细的解说给顾客了解什么尺度、什么材料的价值，从中获得客户的信任，然后给客户去做最后的决定。在我们的 corporate manager 主导之下，特别替客户在都市的一栋豪华公寓，130平方米格局，三房两厅，运用时尚风格和奢华风格来做完美的创作，为时尚奢华，跟我们的以往设计有很大的不一样。这里像饭店一样的大气，一样的精致，又有家的舒适，这样的呈现获得客户非常好的评价。现代设计让空间看起来更加开阔，我们在细节上运用了镀金，让经典一层一层呈现，也带出奢华的概念，让空间定位于中高端，也带出独特的生活品味。我们整体运用了大地色作为基地，采用暖色系列，带出温馨的氛围。我们运用了几种材质拼接手法，朴素之外却呈现隐约的贵族气质，以大理石、金属、镜面配搭来塑造时尚敞亮和质感的空间效果。 Deco 也不需要太过复杂，为营造低调而不失奢华的气氛令人过目不忘。它不仅是一个风格，而是一种代表独特品味和生活态度。就好比这个柜子，特定的柜子，为了突出个性美感，我们采用了舒适柔软的布置，配搭镀
室的窗景，坐在这个沙发，在这个客厅，感觉非常的舒服。客厅的电视背景墙是以有新鲜的木纹来做表面，而不要让它太单调，中间穿插了一些镀钛金，所以它的整体非常有层次，在这里面营造出经典。在现代的元素上，它所展现的都是这些垂直的线条，特意配搭天然大理石的肌理，达到清爽利落，提高空间的质感。软装部分营造氛围的是一大片特色的地毯，上面摆放一个质感的薄装茶几，凸显空间更精美。沙发的背景墨镜层面营造出明亮舒适空间的情景，沿着天花板覆盖一层简约式的门板，从宽中宽叠珠黑色的线条，通过简洁的造型完整的细节，营造出前卫的时尚是有深度的奢华，利用镀钛金拱门，结合餐厅的背景墙和客厅的背景墙，形成一大幅的精致融合体。通过拱门的左右两侧贴满了壁纸，大地色的壁纸，让这个空间有饱和的色彩，点出整个空间的温暖的。是最舒心的休闲场域，能够让人尽情享受的惬意时光。这个空间看起来很时尚很简单，但仔细的很多精致的和惊喜，而且在质感上是凸显很多东西。我们采用现代风多变的组合模式，来在床头背景镀钛金的光泽为房间赚点贵气，多种的材质在整个场域把它组合成这样的丰富。在金属的吊饰灯融合光源下的灰色情趣，塑造出同高级饭店的细腻精致，搭配冷色系的柜子和桌面，提高整个空间的舒适感。进入主卧房，马上迎面而来的就是非常壮观的床头背景墙。这一幅大面积的镀钛金，应用大地色的壁纸来做基底，隐藏灯的部分用于我们希望这个虚和实之间的光，能够带出这个空间很浪漫很放松。以呼应的材质填满空间来应对这一幅电视背景墙，应用含有气势的一大块白纹理石材，缺少不了镀钛金垂直的线条来做结合，石头跟镀钛金能够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让整体的空间更协调。旁边这幅沉稳色的板面挺身镜面的梳妆台，散发出高贵悠然的气势，运用灰蓝色的琴技，大气而优雅来做软装的部分，达成一个有浪漫有现代。
有饭店更精致的尊荣。这一间是适合儿童的卧房，比较可爱，来展现空间的温馨、吻合、精巧感。以柔色的墙面，让空间的气息沉浸于温润的氛围。梳妆台镜子与趣味型搭配融合，背光灯更让气氛更得平稳、安静。床头包棉中搭配曲线线条的镀钛金，以简洁利落来进行合理的简化，让整个空间比较安全感。情趣侧与简约优雅的奶白色搭配上，提亮空间明度，散发一些温暖的气氛。摆放一些编织玩偶，让童趣的味道散播其中，有了一些些活泼的气息。招标工程的时候，客户非常的重视设计师之间的沟通是不是能符合他们的需求，因为客户先前有找过几家设计公司，也许这些设计师他们会有比较坚持他们自己的想法。高端品位的客户非常讲究自己的想法，迎合他的主观意识，最后客户选择了我们 Homlux 设计团队，其实是在于我们善于沟通，善于聆听客户的需求，这对客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加上我们的配色跟空间的温暖度是符合空间的需求，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作品《时尚的生活》，希望经过淬炼的精简来满足大家与空间的环境的需求，为每个空间创造越来越适合的体验。时尚生活，却不主张追求这高端的豪华、优雅的经验，低调的简洁，是一种不让人有压力，又但可以追求品质和境界的生活态度。这样的时尚生活，是不是更撩人心呢？好的，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直播小组来跟大家做一个合照。在这里需要大家帮一个小忙，当我们首先先邀请我们的直播小组出来，所以我帮我们合照，然后带 Homlux Interior Furniture， 然后将它分享在你们的主页，我们会将把一些神秘的精致品送给大家做礼物。
做直播，需要你们很大很大的鼓励，所以下一次能够呈现更好更好的作品呈现给你们的面前。感谢你们给我们的周末，是吗？我们周末周六愉快。所以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要相信吗？爱心。好了，我们就到这里，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现场，然后也帮忙我们 share 出去。下个星期一样的时间，每逢星期六下午2:30，我们会在这里跟你们一起见面，然后呈现我们更多的作品。